我们在家里现在可能有听到 baby 声，对不对？啊，是的，我刚刚处理好 baby 过来，现在到妈妈去处理一下。这是我们的生活。我觉得安逸的美妙呢，就是可以让我们同个时间去兼职更多不一样的身份。OK，哎，首先自我介绍，我叫华林，姓陈，可以来自马来西亚吉隆坡。我是毕业于国立大学，马来西亚国立大学，然后土木工程学士学位。但是呢，大学毕业呢，我就没有做工程师了。为什么我会没有做工程师呢？其实原本我应该做工程师了，是因为毕业之前遇到了安利，遇到了。其实原本都整个安利的过程，就是其实一个做安利的一个背景的学生呢，其实我来讲还有很多身边人，其实我们都不大相信这些直销或者保险之类的，因为我们觉得脚踏实地好一点，还好老老实实的读一份专业的这一个文凭出来，然后。不需要去做那些所谓的有的没的拉人的这个的生意赚钱，我们从来没有想过，我也万万没有想过，我最后会加入安利，而且现在全力发展去发展安利，原因是因为这样子的，是因为我遇到对的做安利的人，所以我才会选择在对的团队里面做对的事情，所以那时候我重新了解安利的这一个价值，跟它可以带给我以后的这个未来。我就决定不做工程师了。像我做什么呢？我转去做房地产中介，房地产中介，同时做房地产中介跟安利到今天，这样可以跟人比较一下，我这两个的生意一起做，那到今天两个生意有什么样分别呢？OK，首先第一个，我的工作很赚钱的，大家都知道，不管哪个国家，那个房地产中介都非常赚钱的，的确，这个不能否认的，这是公开的事实，是很赚钱。而且非常赚钱，但是我想讲的，其实很多行业都可以赚很多钱，都可以赚很多钱，但是除了赚钱，就是赚钱哦，就是为了这个月赚更多，下个月赚更多了，就是只有钱而已的。这个在我的生意中看得到了。这样我为什么会这样全力以赴在安利里面呢？其实我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。首先看看这张照片就好。除了钱之外，我觉得我在安利里面，我赚取到时间，赚取到我想陪谁就陪谁，我想回家就回家，我想回 office 就回，我不想见顾客就不想见顾客，赚取时间陪家里人，赚取时间陪自己的最爱的人，然后赚取友情。在安利里面，我觉得现在社会上最难得可贵就是有真心的朋友啦。那很庆幸呢，在安利里面呢，我们有很多很多非常真心对我们的这个朋友。而且看我这个上线的这个笑容，大家都知道非常非常友善，但是朋友又是兄弟，又是我们的导师，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珍惜这一段感情。然后呢，赚取夫妻感情，这个就要好好的讲一下，做梦做梦要赚取夫妻感情呢？首先第一个，如果我不做安利的话呢，我的太太是一个卖手表的这个高级销售员，而我读 engineer。然后我就是卖物资的，完全不相关的。那基本上我们聊什么呢？没得聊的，没有东西聊的。其实，刚开始可能还有那些火花，还可以讲有爱情，迟些呢，因为爱情是长跑的嘛。我觉得，反正我看到很多这些社会上的这些婚姻不顺利，其实很担心的。但是在安利上面，我相信一句话的：Happy wife, happy life。OK，大家如果认同这句话的话呢，可以打上来：Happy life。Happy wife, happy life，尤其是男生非常的认同，对不对？你看我的这一个上线，男生，你看他们的老婆都是非常开心的，所以他们才有这样非常 happy 的生活。所以，因为他们给我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生活，我觉得这个是我要在生活中里面赚取的另外一种功能。除了赚钱之外，我觉得这个是 extra 的这个东西，然后赚取家人的陪伴，家人的放心。这是我的 family，OK，怎样说呢？要家人放心，我们其实是很难的。其实爸爸妈妈，从小担心我们成绩考不好，然后读大学担心我们找不到好的工作，然后做老公又怕我们赚不够钱。要怎样才可以让家人放心呢？其实我找到一个 formula 了，就是如果你的父母敢。很勇敢的花你的钱，而且很不客气的花你的钱，不担心你的收入的话，我觉得他们对你放心了。
因为父母就担心我们在社会上赚不够的钱，但我们自己生活都很难，而且如果他们都很敢放心的叫我们买他们想要的东西，我觉得这个是作为孩子最基本的，让他们放心的这个榜样。而我的父母亲呢，他们对我们花钱非常不客气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在安利非常不错，而在工作上也赚到钱，所以这个对让父母放心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孩子的责任。在安利我觉得我得到这一点不止我一个人而已了，我的弟弟也是在这个COVID 的时期。成为了安利的新科白金，他也让父母更放心了。他是一位工程师，现在也是兼职在安利，OK，兼职安利。所以在今年里面，我们会一起换聘。所以我觉得有了安利过后呢，我们家里的关系呢会更好，而且家里的这一个气氛呢会更棒。而且妈妈、爸爸会都很支持我们做安利，从来没有担心过我们。像我们马来西亚，已经基本上因为 COVID 躲在家里基本上2年了。基本上妈妈从来没有担心过我的收入跟我弟弟的收入，因为我们在家，其实他知道经过卓越的系统，我们从来没有让他担心过，而且我们生意会一直的增加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安利的机会。最后一个了，我们选择24小时陪伴孩子，我觉得在别人眼中我们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夫妻。通常我们孩子还不到2个月我们被问到，哎，你们孩子怎么打算怎么处理啊？给谁顾啊？没有啊，就自己顾吧。我们选择24小时陪伴孩子，我们选择我们可以几时为他来，我们选择几时陪他。为什么我们可以选择呢？因为当初我们做对了安利的选择，现在我们在享受这过程，他让我们体验到了这些所谓的 bonus。当初我决定全力以赴。把安利当做我的一个收入过后，这些是我没有想到的一个额外的这一个 bonus。所以今天我在体验着，我可以选择少一点去做工，我选择帮我的老婆帮孩子去拍照，可以选择几招陪他，可以选择不去做工。所以我觉得聚会张赛就是选择在自己手里，我觉得选择很重要。如果选择努力工作，如果我选择在我的行业上。我最好在这个 MCO 里面，我就能出不到门。虽然我的房地产非常赚钱，MV 也非常赚钱，那两个分别就是，当我两个同时不出门的时候，一个没有收入，另外一个收入越来越多。所以我选择卓越，选择安利，成就了我以后我自己的选择，我自己要的生活。OK，好了，我的分享就到这边。然后下一位呢，